我是韩胜美。没想到我的生日大家如此盛装打扮，还准备了蛋糕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我常年不在台湾，最近想回来定居，所以我就请我的妹妹做我的代理人，帮我处理事情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受惊了。范太太，那么喜欢揭人疮疤，就告诉你一件事吧。去问一下你老公，他的最爱是你，还是我妹妹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？善美姐，你改过名字吗？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吧？韩真真是谁？你不是韩善美，那你是谁啊？今天这个生日派对是为了韩善美办的，还有房子应该是登记在韩善美的名下，你应该是完全没有资格跟我们一起选举。乌鸦也想变凤凰，就由我来解释吧。我是韩善美，没想到我的生日大家如此盛装打扮，还准备了蛋糕，谢谢大家。因为我常年不在台湾，最近想回来定居，所以我就请我的妹妹做我的代理人，帮我处理事情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受惊了。真真啊，跟大家道个歉。对了，范太太，我妹妹同样具有选举资格，你的代书可以换人咯。哎呀，今天的本费实在是太失礼了，我的厨师已经在准备了，请大家再稍候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敬大家。揭人疮疤，就告诉你一件事吧。去问一下你老公，他的最爱是你，还是我妹妹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吧？到底是谁通知你的？你猜？你明明知道我最不喜欢猜了。很重要吗？你都跑出来选举了，是不是就想开始工作了？这里的客户量够，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帮你啊。如果我受得了的话，当年就跟你飞黄腾达就好啦。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哦。哇，姐，我真的不知道在这边这些选举。总之，我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了？我早就习惯你惹麻烦了。只是呢，有些事情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了。来，当年我买了这栋房子给妈，她原本就打算将来要留给你，但又担心被庄俊杰败光。他走的时候要我去办手续，变成我们两个共同继承，一人一份，